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游戏狂人，狂人有美福，第一集终于开始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漫时常出现的画面，奇遇解救了小女孩。OK，Let's go， 锅盖头等级做一个提升。好，提升完之后拿脚踏车出来，我丢，非常漂亮，再一个蛇咬拳，嘿呦。好，也解决了，马上再轮到我们的三节棍莉莉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就顺利的打败强盗了。接下来当然领一下奖励，领完奖励之后要干嘛呢？当然准备来摆阵一下，在美服摆阵可以摆九个格子，你可以依据你想摆的位置来调整。好，我们现在排了一个一列的阵型，脚踏车。好，这个脚踏车非常帅气，但是螃蟹怪这是一只 boss， 所以打得比较慢。哇！嗨呦喂！接下来我们看到动漫里面的臭老点跟他的哥哥，这个画面大家也不陌生。给了他哥哥一个药水之后，他哥哥就长大了，后来就不小心把臭老点给打败了。好，要准备抽卡了，在美服一样献祭头盖骨。虽然你们都是英文，我们要将中文发扬光大，所以狂人率先打上了头盖骨，然后来抽卡了。三二一，准备开始抽卡。究竟是什么卡呢？睫毛。好，我们继续。章鱼怪，再来。好，打开来，阔鱼。不行啦，这样太少卡了，我们继续。背心黑洞，好，继续。喷射小子，汽车人，怎么又是这些鬼怪啊？能不能给我一个强一点的呢？好，又是一个蛇咬拳，我就不信来了吗？紫色的，看好了，我们一起欢迎克罗里巴斯。哇，我们获得大嘴了，这个大嘴特别帅，你看，哎呦，啊呜呜呀哇哇哇哟哟哟哟啊哇哟哟哟哇哇哇哇，嘿呦，啊我哎哦哎哎呦，好，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每一个角色，他又有什么动画效果呢？你在干嘛？好，僵尸侠、原子武士，还有一个往前斩的，你们看好了。哎呦，这个黑光啊就帅了，仿佛有一个保护罩，这个保护罩你看看。哎呦，哇，这个阿修罗更帅啊，这个是变身到变身之前。马上我们再来看一下假面。好，也是很帅气的演唱会，背心大师，嘿，哎，嘿呦，好，慢了一拍没关系。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只角色，性感囚犯，天使冲击，冲击，冲击。好，兽王，这个兽王长得更帅气了。闪电麦克斯，深海王，还有什么呢？好，都抹布，崩普。看完之后当然继续准备继续看。好，童帝，金属骑士，像洛克人一样，有没有？金属骑士之后还有一个杰诺斯，杰诺斯之后还有一个青燕，青燕之后还有装甲星星，装甲星星结束之后基诺斯博士。好，臭老点，哥罗迪巴斯，当然还没有结束，我们继续抽卡。面膜人，怎么又是这些角色啊？这一次我要 SSR， 我要好的角色。好，锤头，我不信，再来。哎呀，怎么又是格罗迪巴斯啊？这样子道具栏有两只格罗迪巴斯了，
下集预告。来，都来，不够就除职，我要全部的 SSR， 我要当欧洲人，我要更多。好，来了吗？这么多卡片一次扫描，我们终于获得 King 了，够了吗？当然不够，我们先把 King 做一个强化，7级、8级、10级，再继续11、15、20级，继续再更强，我要打败你们。